开，真可爱。那你有什么话想跟凯莉姑姑说吗？没有。你有想要什么礼物吗？我想干杯。想什么礼物？火车快飞礼物。火车快飞礼物哦。那还有什么？你可以跟凯莉姑姑许三个愿望哦。还有什么礼物？火车快飞还有什么礼物？没有了哈。没有火车快飞。你只要火车快飞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好啊，那我再跟凯莉姑姑讲。黄宝静祝他生日快乐，然后他想要火车快飞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跟凯莉姑姑。可是我吹跑哎。是哦。嗯。那你跟凯莉姑姑亲一个。哎呦，好好好好，凯莉姑姑知道了。